果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，我这样问会不会太过天真，我忍不住要这样问，我忍不住要这样问。等候，在每一次交谈中知道彼此的感受，在每一次的争吵后为对方找寻借口，在每一次妥协以后试着从彼此手中逃脱，却连放开彼此的手也不能够。算是一对恋人，我这样问会不会有些认真，别再沉默，快对我说，你我到底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，你这样问会不会太过天真，为何你从不对我说，我该怎么做，我俩算不算是一对恋人。在每一次妥协以后试着从彼此手中逃脱，却连放开彼此的手也不能够。你我到底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，我这样问会不会有些认真，别再沉默，快对我说，到底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，你这样问会不会太过天真，为何你从不对我说，我该怎么做，我俩算不算是一对恋人。你我到底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，我这样问会不会有些认真，别再沉默，快对我说，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，你这样问会不会太过天真，为何你从不对我说，我该怎么做，我俩算不算是一对恋人。